今天我们来个芥末盲选，看看谁能吃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对。你转回去。哎呀！这么多你不一定吃得完吗？我吃得完。这次老毛病又翻了。看小舅子能不能吃到芥末。这是没事了。吃就完了，你看啥看？好像也没事儿，这一个个点还挺正。你呢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干就完了。那两个啊，不准给我抢了哈，都一样了。开玩笑，不抢那是我的风格吗？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哎呦我去！也不知道耍了我多少工资，烦死了！看你那个抠搜的样子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我的卡。我去吧。有人。来，老公，给你这几个大的黑的。啥情况？这几个小的就行。来，尝你的白板，这个不好吃。啊、好吃啊！妈真香哎！我尝这个白，这黑的不赖。我尝这黑的还行。大哥，那你试试。懵了吧？试的还行。这是什么人呀？吃着腕力还看着果粒的。姐妹们，我喝了这个粉儿，真的爽滑，真的好喝。这个是神工品牌的河粉哦，它这个里面哈是四个料包，一个肥面，一个叉子。把鸡腿藏起来，给老公一个小惊喜。啊！柚子偷偷藏好吃的了。抓点紧，趁他还没来，抓紧给他换过来。哎呀！拿来吧你。
叫你偷藏好吃的，都是我的了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嗯，啊，我的哥，你也吃独食是吧？吃我的。河粉都是我给你泡的，我还给你放了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你个没良心的，忘我还给你一个大鸡腿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是个什么人啊，留着一份吃，自己吃不完还不让别人吃，太过分了。嗯，你吃独食的毛病犯了，完我给你泡了河粉的。咋的，女的给男人做饭他不天经地义啊，我娶你干啥的？娶老婆这是给你做饭的是吧？嗯，咱这边啥衣服？咱都弄啥呢？咋还带鸡腿？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？好啊，你这个没心没肺的。媳妇最近辛苦了，把大肉留给媳妇吃吧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吃饭吃饭。来了。喝点喝点。喝什么喝，你把我大肉都给藏起来偷吃了。我的酸奶是不是忘了给我拿了？喝奶啊。搅拌酸奶。奶。嗯。机会来了，给我拿来吧你。知道不好了吗？亏我对你这么好，还偷偷把大肉都给我藏起来，没心没肺。奇怪，我咋找不到我肉了呢？我这里哪那么多肉啊？给你吃了，你又给我了，偷偷给我了又？偷给我了？你给你。哇哦，不错呀！你不吃啊？坐坐坐，辛苦了你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嗯？又在偷藏好吃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今天非得给你好好上一课。来吧，吃饭吧。选一个吧。啥人？选一个。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我不选，我吃上呗。小样的，幸亏没有选我的，看你一会后不后悔。嗯。看这河粉好吃。嗯。那当然了，我泡了20分钟的给你。哦。嗯。先尝尝入味，劲道，好喝。它这个粉是肉质豆米做的，哦，爽滑劲道，嗯，哦，嗯，对吧？你咋不上？吃你，你吃完吃，我也吃。还想给我玩一个了？看你一会儿怎么哭。嗯，哎，吃我挺好。该我了。嗯，我的螃蟹去哪儿了？说啥？哟，空盘儿。哎呀，大螃蟹呀！一会儿大螃蟹。你啥时候给我换的？